6分，在台北市万华区的主要道路万大路上的巷弄，一处民宅四楼传出三级火警，画面中可以看到浓浓黑烟不断从窗户窜出，把天空都熏得黑黑的，现场也是有浓厚的烧焦味，还延烧到隔壁一户。警消获报到场后，发现起火户是56号，入内查看后发现里面并没有人员受困，不过隔壁户里面还有2位民众，稍早警消人员也协助住户撤离火场，目前状况都安全，不过当地巷弄狭窄，消防车入内不易，警消也紧急拉水线进行灭火，在3点24分的时候火势得到控制，3点31分警消成功将火扑灭。至于起火的真正原因，还有待后续火调科人员进一步做调查。以上是我们掌握到最新消息，时间镜头交换棚内。立刻下载镜新闻 APP，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，尽善尽美，尽好新闻。